奴婢受罚事小，耽误了您的身子，那可如何是好？唉，您都不知道，那日庄主看着有多吓人，奴婢还以为再也不能伺候夫人了呢。啊，还有这燕窝，也是庄主特意吩咐下来的，夫人，您要趁热喝。哎呀，雨又下大了，看来是要下整晚了。你不要命了？把刀给我，别怕。没事了，把刀给我，听话。庄主，夫人在外面，想要见你。让他进来吧。昨夜臣妾误伤陛下龙体，请陛下降罪。昨夜，朕今早练剑时，倒的确不小心受了点皮外伤，但与皇后无关。皇后昨夜早早便歇下了，怕不是错把梦当真了吧？夫人还不起来吗？谢庄主，明明心存猜疑，却偏要装作糊涂以示宽容。只是你想糊涂了事，我却不能真当你糊涂。庄主您看，这是妾身这几日闲来无事雕的小老虎，可还看得过眼？倒的确有几分灵动，想不到夫人还有这份手艺。都是幼时随兄长学着玩的，打发时间的小手段罢了。昨夜又是打雷又是下雨的，妾身实在难以入睡，便想着起来再刻点什么东西静下心。只是没想到到底惊扰了庄主，当时屋内昏暗，庄主您又突然出现，妾身一时受惊，这才会错手。夫人似乎格外害怕雷雨天。是啊，妾身之前说过，您幼时曾在雨天走失过，所以每逢下雨便总会有些情绪不稳。我这里还有诸多药物需处理，夫人若无其他事情，便先回去歇着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妾身便不打扰庄主了，妾身告退。他说的话你信吗？哎，
他说他是因为幼时在雨天走失，所以才会惧怕雨天。可真记得他出来京城时还曾特意去景山赏过雨。他说北疆极少下雨，偶尔一次很是欣喜。京城却是不同，时常有雨。他惧怕雨天是从今年才开始的。不管原因为何，有一点却是事实。